们每一年都会去巴厘岛度假，那我非常喜欢巴厘岛的一些这种木雕，那刚好很巧的是我的前女友她也很喜欢这些东西。好像还没讲，前女友养一只狗，她是黄金猎犬，她在2年前去投胎了。他说我上网去帮你买了一个狗狗的杯子，长得很像你以前养的狗，还送我这个，其实那时候很感动。还是你要试试看。今天晚上10点，小明星打个单。